我是阿健爸爸，我们要来爆米花啦！来，我手上什么？这就是我们用简单的爆米花。那我们要开始玩啦！爆米花，小朋友的最爱。好，那开始喽！耶！很危险哦，所以我们要由大人来操作，因为这个会嘣嘣嘣嘣嘣。所以我们首先就开中小火。嗯，让小火，然后开始咯，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开始咯，小心哦，小朋友小心哦。哦，你看，它已经慢慢膨胀了。要先让它有点融化油，等下会有啵啵啵啵，很可怕哦。火山就爆发了，在这个油有没有？它油开始融化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开始要摇晃它。慢慢的，它就慢慢温度升上来的时候，它就会一颗一颗的变白色的哦。嗯。我们还需要一点时间，不过我们要有耐心，要不然那个爆米花会有点焦焦的，所以我们用中小火就好了，不能太大哦。Hello. 我有看弟弟，弟弟一直好专心哦，瞪口呆的。要爆了吗？哎呦，有这个。爆米花吗？爆米花吗？有膨胀吗？反正我们还是要持续的用摇动的方式，让它可以均匀的受热，不要让它只有一点。然后它等下温度到，它就一颗一颗的跑出来的哦。哇，有了，还没啦，还没，它只是膨胀而已。哎，不要用这个。你看到它开始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声音哦。我们现在开始期待有没有声音。哦，声音有声音吗？有，一定有。是我们，哎呦，有香味，有香味了耶！哎呀，它在冒烟了。来了，要开始了。有了，它在冒烟了。哎呦，开始，有没有声音吗？有。好，抓好香哦！好香，有香味哦。哎，不要摸它呢。不会烫吗？好闻啊！好，去过。好，那我等下把爆米花倒出来喽。倒爆米花啦！要注意挡到我。哇！超香的耶！咦，好香吗？有没有好香？妈妈！哇！要看啊，要看啊！满满的。好吃嘞！啊，焦糖甜味。甜味，哇！妈妈，这个好吃呀。Hello。嗯。哎呀，焦糖口味哦。好了，爆完了，哔哩叭叭，哔叭叭，成功。那我们好好的吃吃看，我们自己爆爆米花吗？妈妈要吃了啊，吃吧，好吃，吃爆米花了。三只小猪在吃爆米花，弟弟好吃吗？弟弟，我是小猪，中猪，有。小猪要，小猪好吃吗？
看姐姐在吃爆米花吗？嗯。你看，爸爸。哎呀，你看不到啦。